边这都是属于宝特瓶的哦。不要想你失去什么，请看看你拥有什么。汗水滴落，风雨中开出花朵，小小关怀人海里会自感动。妈，爸刚困了。有吃药啊啦，可以困一下，看会较好咧。阿太，你看即摆是要安怎？爸安尼，咱要安怎做才好？我看无安尼好啦。逐礼拜哦，我带爸来去做复健啦。啊，毋过平常时咧，妈伊该做化疗呢，要安怎照顾爸？无要紧啦。我做化疗的迄一两礼拜较无爽快，过来就较好啊。我会用甲照顾。妈，不过这阿兹海默症是需要人全职照顾的呢，你敢无法当？我原底为了我的身体要治疗，我甲公司申请留职停薪，也毋过即马恁爸爸伊正需要我照顾。我看，我还是提早办退休啦。这要哪会用的啦？妈，你不是很重视你家己头路，而且失智老人不是遐尔好照顾的呢。我较早最爱加班哦，是因为我足无愿意面对恁爸爸。不过我讲，自从恁爸爸艰苦了后，伊即马哦。比原地家己搁较好呢，伊今仔日搁牵我的手，注意走，伊将来都莫来做过。安怎？有啥来转啊？你那牵我的手，牵手，牵手不是真正常。阿泰啊，阿泰，那在这睏啦。爸，你真醒啊！你加班这么累哦，就唔免来啊啦。你妈妈吼，我照顾，你莫烦恼啦。爸，我问你，我是谁？李相，你是我后生啊，李相。爸，慢点，慢点。有话啊，好好讲，慢点啦。爸，你敢知影我有偌烦恼你啊？你今日什么代志拢袂记的呢？我带你去看医生呢。我今仔就去看医生哦。那安尼，你拢知影我破病啊？爸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早就知影你家己破病啊？这也无声啦，即马吼一百个老人内底哦，就七八个哦是安尼失智症的啦。有明白？有明白啦？什么啊？你搁研究过啊？那呢，你唔着知影这病袂好啊？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
你这病无好治疗啦。我有食药啊，替控制啊，你莫烦恼啦，等伊啊。好啦，拜。我得甲你讲过啊，唔免烦恼啦。我还未七十嘞，身体哦，搁真好啦。你回去哦，好好睏一下再去上班，莫甲身体哦拍歹。好啦，无我先来转换，你嘛加休睏一下啦。好啦好啦，好，你回去啦。好，我来走。我哪里袂记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的病，敢有像你遐严重？静辉，你咧无闲哦？我今仔精神较好啊啦，我来做就好啊。你是病人，我毋是，即摆上重要诶吼，你是啊，拄好，遮吼我来传就好啊啦，吼。静辉啊，嗯，阿表姐日料啊，拢你写哦。这哦，是我清册的时阵写的啦。我惊讲哦，到时阵我若是袂记代志哦，我看拼定只会怎看看，我就会当想起来啊。我一定爱趁伊，即马是清册的时阵讲出来。静辉，多谢你，你真正甲我讲啊足好诶。讲啥？是啥嘛？我来开门。哦。哎，阿师姐，师姐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师妹到，师妹到。我就是讲在家来给恁看看，啊，甜点啊，水果啦。对啊，你真久无来环保站吗？啊，我来看你啊。天哪，天哪，多谢多谢。正辉师兄，阿恁太辛苦，恁大家你这便利贴。你是无注意去念着许啦？是啊，啊，我有淡薄仔许失智症啊。哦，吼，我爹遮个纸吼是嘛总爱记伫啦。万一我是袂记代志个时阵哦，看这顶头有写我个名，啊，我囝个名，啊，搁我个地址啊，啊，看看就收起来啦。哦，地址，哎，这部好呢，爸，这部你也 OK 啊。常常袂记食药啊，袂记乖拉屎。我若无伫个时阵，你要安怎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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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静辉啊，来，一张给我，来，一张给我，给我打，要吃药，安尼，阿娟师姐，满意了吼，嗯。要吃药，这种物件，咱不能家己写。来，姐姐，姐姐开讲，姐姐开讲。谢谢，哎呦，阿秀啊。啊！你伫咧厝咧？啊！你做环保哦？是啊，啊！即摆阮两个拢咧艰苦，若去环保站吼，较无方便啦。啊！伫咧楼骹的空地吼，佮徛厝边的空气，所以阮两个伫咧厝来做环保啦。我有问阿叔啊，为虾米哦？要甲迄纸顶头迄白哦夹落来？伊讲哦，伊嘛唔知影咧。伊去环保站哦，甲我顾住，我想着要问啦。歹势啦，啊！我较早着心事较侪。啊，顾着，拢无咧注意听，所以吼，我真侪拢还佫唔知个呢。袂要紧啊，阿秀师姐，我过来甲你解释一下，餐群这纸类分类吼，那有分大白、小白、报纸、纸板跟色纸五行啦。啊，大白就是讲吼，没有任何笔筋就清洁的纸，迄种叫做大白。啊，迄种哦，回收的时阵唔免去漂白，造成二次污染的。哦，啊对啦对，啊用这条纸吼，咱来做一个比例啦吼。
啊，像这边啊吼，叫做小白。啊，若是讲这有字的吼，这是两种以下。啊，像这边啊吼，啊，再佫有色字，叫做三种以上的，叫做色字啦。哦，啊，剩的种我来解释就对啊啦。啊，像迄张报纸吼，啊，单独归类就是报纸，吼。啊，来牛奶盒啦，啊，就归类成纸板。瓦楞纸啊，嘛是纸板，安尼。啊，那迄饮料盒哦，伊外口是纸的，啊，内底哩是铝箔纸的，哦，安尼咪要分类啊。迄是铝箔，唔是纸，所以袂用甲纸斗阵的，爱另外分类，爱回收。阿秀师姐，唔要紧啊，今仔日吼，我拢来啊，我做伙啦，做伙把遐物件吼分类清楚，互恁了解，好不？嘿，做伙研究，来，我示范一遍，互恁看吼。安尼吼，就是进卡的纸类回收啊。哎，真多谢你倒三工啦！想袂到这资源回收，阁还分到这尔啊油哦。哈，刚过开工，袂记你倒茶，互你啉啦。来倒茶。哎，免客气啦。啊，你唔是讲今年要真严重，要看看，看个真正常啊。嗯，我看伊应该拢有咧运动，有咧做事，伊头壳嘛看清楚呢。不要啊！我想讲咱拢是纸条啊，上大上你我是副大纸条啊！啊！妈，我袂干嘛，袂干嘛，叫叫，嘿，这个下头倒好势，倒好势啊！哪有人伫身躯大纸条啊啦？啊，这你写的啊，你今仔代志袂记起啦？啊，写开啊，大力提醒啊，对不对？袂记代志，嘿啊！我敢有，我敢有啊！好，来，我考你一个。请问你什么名？我什么名？我廖正辉啦，我什么名？答对。第二个问题，啊，今仔是几月几号？今仔日是几号？迄啥唔知哈？今仔日哦，原本就是迄。今仔日是几号啊？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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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来想，慢慢来想。来，来房间，我陪你做位想吼。哎，休息一下啊。对，你廖正辉啊。今仔几号？哎呀，今仔几岁啊？啊，几岁啊？吼。我即摆拢安尼想，真正是天公伯安排。以前我拢想办法得票正辉，即摆我为着要照顾伊。我逐天哦，拢嘛无法度想，因为你以前拢是多票，问题同款嘛是存在。但是你即摆无法度面对现实，安尼你毋才有机会知影这个答案吗？可惜哦，这个答案毋知我倒找到无。阿秀师姐，你莫烦恼啦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躯边，你袂孤单。嗯，真多谢你，多谢。啊，那按照恁安尼讲起来，迄阿秀师姐真辛苦呢。今仔摆郑慧师兄若袂记你代志的时阵，伊就爱安尼一直解释，一直解释哦。对啊，迄师叔老人哦，镜头来举起足如的呢。可怜哦，阿秀佫无我演技哦，哼，若去无对哦，无就解决。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报道啦。这大林慈济医院的医生有讲啊，或者失智的老人来做环保，可以增加这脑部的智能哦。无安尼啦，那嘛邀请这慈济医院的医生做阵来办一个活动啊，好不？你好。这好哦，和因翁仔某哦，甲一挂失智症的朋友互相去交流，无定着对因翁仔某有帮助哦。原来哦，做环保会当帮助脑筋活化。我刚才阮阿官啊，早甲传了环保站。我大家动脑筋，脑筋可别怕死角。当然啊，你这个查某囝是来报恩的呢。哎呦，真正来报恩的哦，感谢，叫我出国外补善啊，感恩感恩。免客气，继续做环保啊。来啦。妈，姐，恁回来啊？阿太，
啊，你甲爸哪还袂出门啊？我阁有一点仔时间啦，这图画好，交出去就用的。嗯。对啦，妈，啊，你今日打化疗针，化疗安怎？豆豆惯势就好啊啦。什么惯势就好啊？阿太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护士甲我讲，妈拍化疗针的时阵哦，是血管硬化，安怎做哦，拢做袂入面呢。啊？妈，哪会安尼啦？阿豆，我一开始哦，无做人工血管。我紧啦，加擦几针嘛吼，就当找着血管啊。对啦，阿太，我叔讲过，妈今仔日做这些叫做紫杉醇，它副作用是手啊、脚啊，拢会真够无法度做事，较惊老呢。那你是要安怎？妈即马无因靠爸来照顾我呢。这我嘛知影啊，所以我想讲吼，无我来时阵。就给你炸一包菜，做我爸妈吃啦。好了，姐啊，真麻烦你呢。嗯，我明天收收的。爸，你三碗好未？咱出门啊、哦！爸，爸，行。一定爱去哦，真正爱去哦。爸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无想要去做迄落福建啦，啊，甲一大堆的老阿公、老阿妈、厝官，迄着准拄煞，搁爱摇迄落摇铃啦，啊，搁敲迄落木鱼啦，搁爱徛起来安尼细看，拜托拢几岁人啊？爸，我你顶摆讲你做福建时阵做得足欢喜的啊，啊，搁甲我讲哦。哇，你实在做着新的朋友，敢毋是？欢喜也是我，是迄吼，是迄咱无熟识的人啦。爸，莫安尼啦，行啦，我伫个啊，我嘛陪你耍啊，好无？行啦。一定爱去。姐，妈，拜拜。我送你呢。妈，你看爸啦，有时好，有时歹，是袂安怎才好？你看，这是咱老家的照片呢，伊当阵吼。以前小瓜呆头，看起来真正足呆的。你搁笑，姐，你讲这相片也是我爸看，敢真正有效？不管有效还是无效，我拢希望爸看到相本的时候，会当想起一挂代志，无得卡对伊病情嘛真有帮助啊。你敢还会记得，咱细汉时阵，有一届，爸要带咱去动物园，要出门进前，爸甲拍得足凄惨。我当然嘛会记得，上个日，无说你，甲爸上介意砚台笑歹去，阿爸的个性就是安尼，做啥物代志吼，都分甲清清楚楚。应该处罚的就会处罚。阿哥讲好，要带咱出去佚佗，赶快就是带咱出去。是啊，爸做代志，不然就很重视条理，又有自律。阿唔过伊即马，伊即马到最后做代志有头无尾，无法度写计划。失职到最后。好，阿太，你莫阁讲啊啦。姐啊，我真正无想要看到爸，连最后尊严都无啊。阿太，
你敢那用你家己的立场？你看这件代志，那你爸，你敢有替爸想过？在咱这间厝内底，上艰苦的人是啥？是爸。你袂记者，你即摆已经退休啊！我摕相片你看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你上班的时阵翕的，是毋是跟你即摆差足济？我退休无退休，我也唔知影。你看，你搁加看几张啊，你就知啊，吼、哦。对哦，这是我上班的所在啦。对对对。啊，上班买没有啊？我公司包的，我公司包的。静辉啊，你唔免上班啦，你退休啊呢？哎，我退休啦。要去倒位啦？我即摆若是无出门哦，迄公车就袂赴啊啦！夜里去买菜，明暝就倒来啊啦！你唔好出去啦！迄公车我若是赶袂赴哦，迄考试奖金、考试奖金都扣了了啊啦！哎呀，我要进去啦！哎呦，静辉啊，静辉！这毋是我上班买袂赴的时阵才会行的路。我哪会走来这呢？爸到这嘛，赶快是无消无息的。我嘛唔知哪会变到安尼，伊可能就是讲伊这嘛在上班，所以就走出去。我嘛唔知要倒去啊。有啦有啦，我有卡电话去较早公司问过，啊，因就讲爸拢无过啊。爸，我甲你讲哦，伊这嘛吼，今日甲林美孙兄去找看卖啦。阿太，我甲你讲哦。飞在你落公车了后，爸静静行迄几条路，你拢详细找看卖，知无？这是倒位啦？我的镜头又搁扬起来啊啦！在咱这间厝内底，上艰苦的人是谁？是爸。加入咱的大家庭，混乱的记忆控制着郑辉未来人生。郑辉就算讲看到纸条的提醒，也无法度分辨真假。随着郑辉病情严重，也是为母仔三个人生活，又搁有甚物款的影响甲变化呢？下一回请继续收看《欢喜相逢》。手牵手，有你伴我伫这，风吹雨刮，有珠泪，有感谢，希望后一代有好有山，有鱼啊，有鸟食，心打心。